子，好累哦。别放弃，寻找就寻见，你加油打不死的小强吗？我加油就是他。Hello， 我是嘉乐。不太喜欢被人注意，能越低调越好。国中我读音乐班，我非常喜欢音乐，可是不喜欢上台表演。嘉乐想要用音乐帮助人，可是他不想要上台表演，所以我们决定要帮他录音。等下椅子都会发出声音，弹到好很难，所以最近在练习。有感情还好，嘉乐像打不死的小强，虽然很多麻烦快要扑灭他，可是他从不放弃寻找自己的位置。